Hello， 哇塞！哇塞！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好啦，够啦。我已经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应该咧呢个时候系初一啊！哦，好啊，初一可能唔知道有冇人听紧我哋嘅节目啦。初一应该唔得闲系嘛？今年仲唔知道有冇人拜年呢，咁所以咪听咯。唔系好咩早系咪？喂，大家拜过年先系咪？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大家美元发财，美元发财。下年是什么年啊？牛年是吧？牛年啊，咁阿牛讲啲嘢啦。牛年喎，你个年嚟喎，仲唔讲啲嘢？头先嗰首咩歌嚟听翻？嗰首歌咧，系我哋唔系。首先系阿牛今日咧变咗食螺丝日喎，正喎，今日系 Y Y 嚟噶嘛？牛今日好熟啊，呢阵 Y Y 上身 ，Oh my God！ 唔系，因为头先咧我就。讲我哋点 opening 啊，我就不如唱首歌啊。咁我就新年歌系咩？其实我老嘅新年歌就系头先嗰首《欢乐年年》。系介绍翻系《欢乐年年》主唱。系，但我唔知系边个主唱。主唱系唔知，因为好多人唱过。每个人都唱过咯，但通常系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男人唱嘅，中间咧可能先有 Lisa 姐或者嘉燕姐以一个高音嚟加入咁咯。有男女合唱嚟嘅 mix 嘅，有嘅 mix 嘅 ，OK 有嘅。欢乐年年嗰个时候就系 Lisa 即系走音嘅边缘。通常讲嘢啊，方丈好小气啊。即系 Lisa 姐唔系方丈啊嘛，冇事嘅。好啦，我哋咧谂紧新年歌系有咩咧？你其实新年除咗唱歌，仲有做咩先？其实新年唔系唱歌，只系会听到呢啲歌，令到你觉得啊，呢个系新年嘅气氛咯。日本成，但系其实我细个好憎呢啲歌嘅，我都好憎，但系好少啊嘛。但系大个就觉得，唉，系啦，新年啦。唔系，但系我以前都好憎呢啲歌，都好核突呢啲歌。同埋成日见到啲人着到上海滩咁样，就行出嚟，鞠即系伸手咁样，即系告江湖人士咁喺度唱。咪跟住白色嘅嗰条颈巾，嗰条筋点都唔甩噶嘛，佢黐住喺嗰件长衫嗰度，喺古装街拍。至于呢首歌嘅原创原唱者系边个，系唔知喎，真系。谭炳文都可能唱过。系啊，我有睇过佢唱过噶，真系都系嗰啲咯。同埋成有财神到咯，即系许冠杰嗰个啊，财神到，我走快两步嗰个。OK 嘅，我都嗰个其实系咪对比喺欢乐年年，通常佢都市人情派利是就系唱财神，大王通常都系财神，应该系嗰个即系手续系咁，一财神到就派嗰啲金币啊，派嗰啲朱古力啊啲啊，系金币朱古力啊，你想讲？咁其实新年系有咩做嘅呢？点解咁拘谨？点解突然间咁啊？咁放唔开啊？两位主持人，突然间我谂咧，我哋呢一集应该要有翻啲新年歌垫底，我会揾一啲。但系你要睇翻版权问题啊，系唔好乱嚟。系啊，你唔好乱嚟啊。我拣嗰啲。其实对我嚟讲，新年最紧要系利是啊。系，其他都唔系重点。咁你哋最多同最少收过几多钱利是啊？你讲一封定系一集结先？一封啊，一封啊，以单一封嚟计算，十蚊咯。以前咪细个最多，我以为你话最少青蟹，真系一张青蟹。我唔系一个银仔。我冇，咁我冇收过硬嘢，我就好彩啲。我谂系我曾经有收过，好似真系好似硬嘢嚟嘅，但系一个好老嘅老人家嘅，即系嗰啲咧，即系可能唔系亲戚嚟嘅。你去到某一个地方，有一啲即系意头，即系嗰啲唔识嘅老人家就一封利是仔咁嗰啲咯。因为我跟我爸翻啲个酒楼咧，就好多茶客就俾，就系啲十蚊一张十蚊。即系嗰啲可能唔系好熟。咁新年系咪必定跟佢翻去，可以攞多啲利是先？细个会跟，但系唔系必定嘅，即系咁啱嘅啫。咁啱，真系咁啱，唔系为咗赚钱而去。咁啱得咁巧，我以为你已经要、好啦，我就去啦。系咁啱嘅啫。系，同埋不嬲利是都唔系好多噶。系往年嘅利是钱，我讲紧可能最多可能都系千几蚊嘅啫。但系千几夹埋千几蚊，即系你我，即系讲紧阿爸嘅亲戚加埋你阿妈嘅亲戚加埋炒埋一碟先系千几蚊，都唔系好多。唔多噶，我听过有啲人有成几千蚊嘅。
因为有些可能只是你的父母给你加埋都1000元啦。是啊，即他封500元，可能你爸妈各自。有些人家可能多人呢，是啊，亲戚很多啊。所以我不知道都不是很多，加上又被人黑扣了，七除八扣之下得回散纸。你们的利是不是自己保管的？我是的，我是的。但其实你保管，他不保管我的利是，但是问题是他不是在大扣回。不是，我就是说这个月不给零钱你了。因为我你有钱嘛。小时候呢，再小一点当然给了他。但是大一点，可能来说中学或者五六年班去中学的时候，他不是你有利是嘛，那今个月就不给钱你。对啊，那不一样咯。然后就说你储不到钱咯。啊这样。我小时候本身利是都是家人帮我 keep 的，阿嬷帮我 keep 的。后来就大个咗，当然自己 keep 啦。但我记得咧，我啲利是摆阿嫲度咧，咁有一次我阿妈咧就咧将我阿嫲嗰度储嘅所有利是钱就拎晒翻乡下就买咗间屋啊！佢用我啲钱啊，我多到买间屋添，即系一部分，可能有10000元就储咗6年嘅利是钱，可能哇厉害厉害厉害，俾晒好惨啊！即系觉得我啲利是钱啊，间屋又唔系我住。咁你有冇试过买啲咩啊？由你自己买噶，自己使用翻咧？冇噶，冇噶，冇噶。嗰一笔利是钱就冇咗噶，但系因为之后中学之后就冇俾佢哋 keep 到我啲利是钱。咁就买咩咧？即系会用利是钱嚟做咩啊？冇噶，食饭咯，请同学去一起去街咁咯，即系随意咁用嘅啫。请随意噶，请同学去街，amazing！ 即系好似小姐咁带你出街，拎手袋好贵。唔系噶，有利是嗰时好豪气噶嘛，就好啦，可以请你食嘢啦咁咯。即系唔系话要买啲咩嘅？唔会噶，冇噶。咁你咧吓，有冇谂住即系买过啲咩咧？我最记得应该好似系咪中四定？好似中四定中四中三，我新年买咗之后买一只红色嗰只 Levi's 表，即系储晒啲钱之后就其实而家谂翻嗰只 Levi's 表好似当唔知400几蚊定700几蚊咧，喺 APM 嗰度买嘅 Levi's 红色胶嘅，好想买，因为我觉得好靓。OK， 佢个表面系蓝色嘅，系电子表嚟嘅，胶哇好靓，咁系真系好靓嘅。我想讲，我戴咗好耐嘅，系咪？系咪坏咗啫嘛？我记得。咁跟住就好记得买咗呢一样嘢，系啊，同埋试过有一次，用晒所有新年钱同我家姐夹粉买啲滑板车咯。哦，系啊，咁就冇晒噶咯，买冇晒噶啦。但我想讲咁样，我后屘发现咁样先好，咁样用晒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叫阿妈继续俾零用钱我，冇晒咯。冇晒噶啦，死一条心啦！系啊，你唔好谂住唔使俾啊呢个月嗰啲啦。咁你哋系会譬如咧，斗咗嗰啲利是咧，系即刻拆？即系我意思，譬如翻到去即刻拆，定还是有啲人系储埋一次个？譬如错拆咩人日嗰啲啊？或者即系唔系即刻拆嘅咧？能够屋企人维，能够等到咁耐人，通常都唔等钱使。通常都唔等钱，即系你系即刻拆嘅。我系可能佢。派俾咗我啦，咁我就咧可能落咗街就即刻撩佢，屌都50元咁，就已经睇噶啦。系，因为我太穷啦，我发穷恶啦，已经真系唔得，好需要金钱。如果系我咧，我其实都会睇下嘅，偷睇咗先，偷睇咗，但我中意咧储埋一大笔。跟住之后先拆咧，嗰个满足感，储埋一大笔之后先拆呢件事，系我近年先出现，大个即系就系你而家唔等钱使啦，即系唔等啊，乜唔等啊嘛，我都系啊，咁你咪去咗试过咯，佢先拆，跟住当散纸咁，而家我会拆咗先，系啊，因为觉得唔想等啦，系嘛，系啊，呢啲咁少嘅钱，但系有时好难嘅，因为咧有一啲老人家嗰个利是咧，佢嗱利是嗰啲好鸡嘅魔术贴嘅贴口啦，系咪先？系啊，佢再加个钉书机钉咗佢，啊你 fuck 嘅，钉埋张银纸系嘛？我试过搣嘅时候搣烂咗。张银纸啊，真系，但系50元啫？点解佢要用钉书机再钉咧？我唔知道，佢觉得咁样先稳稳阵啊，咁样钉住佢。咁样咪好似哇，真系钉到张银纸就废咗噶咯。系啊，我系通常嗰个老人家年年都钉。Oh my god！不过佢未钉，我应该仲会收。佢钉嗰张银纸就冇钉嘅，佢钉嗰张银纸啫，佢冇钉自己。唔好讲埋啲咁嘅嘢。我隔篱甩口水，甩口水，甩口水。阿甩口水唔得，而家疫情好严重。我唔卫生啊！呢个我哋喷咗酒精啦，已经系冇事嘅，大家唔需要惊。Sorry，Sorry， 系我哋戴住口罩添，系咪？咁我都系以前咧，我都系其实我会咁嘅，即系唔系即刻拆咁无良嘅。
就即系咧，可能咧，我已知道唔会再斗得斗噶啦。譬如今日已经集齐咗各方嘅利是，之后我就其实心里边咧就会有阵时喺个袋细个就会睇一睇啦，一定即系扮嘢攞纸巾嘅睇一睇，咦咁啊？跟住廿蚊，一百蚊佢咁有钱嘅咁啊，冇错啦，好似心中有数啦，但系就冇拎出嚟用住嘅，都系我咧其实都系会睇完之后咧，我会黐翻埋去，然之后。即系心之后先一次过拆出嚟，系我都惊自己拆咗，我亦都试过咧唔小心攞咗出嚟用咧，跟住贴翻埋咧，跟住一直以为嗰封利是仲有咯。其实系冇咗，你已经用咗啦，因为系冇错。同埋我有个小习惯系咧，嗱细个咧通常利是封系正方形嘅啫嘛，比较，但系到我谂中学开始啦，就比较都系长方形嘅利是封，系好多长即系长形嘅。因为都靓嘅，咁我就觉得哎长形都好，我就会好兴将所有利是钱咧摆晒一个嗰一年最靓嘅长形利是封嗰度，就好厚一沓咁样啊啲利是。唔系有时咧你咁嘅，你会唔会哇见到收到长形嘅啊，一定系超过50蚊啊？点知系廿蚊？点知系10蚊啊？我试过，我试过20蚊咯。咁嗰啲大嗰啲利是封咧，以前咧冇咁兴嗰时咧，当你一见到，但系以为系一嚿水先会装啦，金色嗰啲咧，即系而家先咁普及。变咗个个都系大利是封噶啦，咁你就冇期望啦。而家啲银行都系用啲大嗰啲利是封。其实大嗰利是封都有好处嘅，咁佢将银纸唔会拆。因为通常有啲人坚持都系唱新银纸嚟封利是，有啲唔系。你哋系咪好少会有大陆啲亲戚噶？冇乜嘅，我冇翻。比较咯，少咯。系啊，因为我阿妈就好多大陆嗰啲亲戚嘅。咁就好多利是啦。如果我跟佢翻去咧，佢因为如果嗰个人封500蚊咧，系好厚嘅，因为佢哋冇500蚊纸嘅。系、啊。咁、啊、所以咧，当时我就睇到个厚度就知道啦，系拉拉长先嘅。同埋我试过咧，因为我会试过咧，譬如我阿姨第二日要派利是，我就帮佢一齐。封利是啊，就帮佢手，跟住就知道，哇！呢个封咗10张100蚊 ，amazing！ 哇，好嘢啊，真系。嗰时我觉得100蚊好多噶，如果利是打开，哇，有一张100蚊。佢讲起封利是咧，咁、我都有帮屋企人封利是噶嘛。我记得以前好兴咧，因为通常初一咧就会见晒所有堂兄弟姊妹嘅，系。咁可能我帮我妈封完之后咧，第二日咧就会我妈可能未派利是，我同我堂妹讲系同年。我对佢讲入边咧系80蚊嘅啫咁咯，你已经话你已经报串咗，跟住佢就话细声讲系咩？我阿妈即系我阿婶啦，我阿婶嗰个佢50蚊嘅就哦咁咯，大家都知啦，大家通水，因为我哋就系封利是。但系因为我阿妈嗰边啲亲戚有个惯例嘅，如果你咧，譬如你阿妈咁样封80蚊啦，对面嘅亲戚要还160蚊嘅封，哇，还系啊 double 嘅，点解啊？佢哋好要面嘅嗰个，哦，即系要多你一倍嘅，系啊，所以如果。譬如我阿姨已经啊，我知道佢封几多俾我咧，我就要话俾我阿妈听，就要封翻俾表弟系几多。会噶，即系如果佢封5嚿水咧，我哋要封1000蚊。因为我都有试过，就系我喺亲戚可能就即系当然咧，亲戚翻到就问自己小朋友喂，封几多钱俾你啊？咁样就知道系几多咧。跟住我记得好似有一年啊，我起码要一样啦。我试过经济差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系50、20嘅我试过，跟住到有好景嗰几年，突然之间全部人都系100噶，都系啊！跟住哇，啲全部100嘅，涨价啦嘛！跟住之后就同我妈讲，睇下全部100，你80啫，咁啊就要面啦。都好难封喎，80蚊点封咧？封3张嘢，佢50蚊同30蚊，唔系佢系2张20蚊一封。哦，咁佢俾2封，其实咧系八，其实系咯，系几多？系。即系80蚊咯，系咯，40，即系佢唔想50蚊一封。我咁其实咧，佢只系封咗40蚊啫，唔系80蚊。你要搞清楚。Sorry， 即系2张20蚊一封咯，佢系，咁系俾2封人哋啊嘛，就80蚊咯。系啦，但系通常人哋都系2张50蚊系嘛，所以80蚊。系啊，今日减咗20蚊咯。咁都好犀利啊！我妈都话绝，系咪啊？咁有冇试过倒退咧？倒退好似即系譬如你上年咧收咗佢呢一封，有啊有试过倒退，有某一位亲戚咧，当初一开始100蚊嘅，系跟住佢离咗婚之后咧，咁佢一路减落系咪？佢就俾由因为一个人啫嘛，佢由50跌到去20蚊，系有嘅，都情有可原嘅，佢咪俾10蚊都算系咁啦。我谂10蚊佢自己过唔到自己，佢离婚之后唔俾都算系咁啦，冇系嘛？系咯，离婚应该唔使俾噶咯。咁佢冇试过唔俾嘅，唔会噶，冇试过唔俾嘅。我意思离婚唔会唔俾噶嘛。但我就暗戾气，佢哦离咗婚，原来可以俾少啲。唔系啊，离咗婚俾单封咯。系啊，系我知。因为有啲人话一个就即系代表一对啊嘛，咁你嗰。
系佢咪触景伤情啊？利是都要帮嗰条佬俾埋，都嚟一份。咁你哋除咗收咗譬如人仔或者港纸，仲有冇收过其他货币嘅？我收过加币咯，加币，加币。哦，咁我喺澳洲嗰时都试过收澳币嘅。咁收到几多钱澳币啊？最少同最多。系啊，50蚊澳币，咁啊真系成300蚊。哦，差唔多，咁都唔错喎。记得加币个面额添，死啦。差唔多嘅，同澳币都讲，即系先换转翻。记得换翻。我记得换转或者六咯，换转翻香港嘅话，可能系百几蚊咁咯，百几200蚊咁都唔错嘅，咁都唔错。系啊，恭喜发财，做乜啫？恭喜大家都发财。做咩啫？次次都咁好笑，次次都咁好听，难怪人人都话下下听，届届听。做咩啫？优质 podcast。对唔住，好眼瞓啊！听做乜啫啦？做乜啫 ？Channel 对黑眼瞓确有功效。好啦，头先咧，我哋就讲到新年最紧要，除咗系利是之外，仲有咩系重点呢？梗系拜年啦，冇错啦！新年另一个重点项目就系去拜年，而拜年嘅目的都系攞利是，真系讲翻利是啦。拜年好废嘅咩？废噶，咪即系去人哋屋企坐咯。系啊，跟住成日等人哋俾利是。系啊，其实哇，其实平时都可以去，咁你唔去啊？拜年，但平时去冇钱噶嘛，系咯，即系埋位啊！咁讲到尾都系钱。唔系，我觉得拜年，我觉得而家会少咗呢个行为啊，大啲。今年就更加唔使拜啦。唔系，因为你其实咧好多咧系一齐出嚟拜，唔会特登去搵屋企。即系譬如一堆人去一个酒楼食饭就当拜咗噶。团拜系啦，即系你唔会逐个话哦，而今日去阿三姨妈。有啲人咧系好似一个 tour 咁啊嘛，去完三姨妈姨丈咩咩咩，拎住几廿盒嗰啲礼。但通常呢一个 tour 会越随住时间都会变成一个拜山嘅 tour。我就系话，即系会变成即系咁样，而家就唔兴就一次过噶啦，即系唔使话逐个去咯。我好少拜年嘅，细个都好少。我屋企唔使去拜年都有利是嘅，系咪啊？即系佢寄嚟俾你系嘛？唔系啊，我阿爷去啊嘛，佢帮我哋攞翻噶。代表我阿爷去派俾佢哋，佢哋又派翻俾我哋。咁两条喺门口交心嘅，喺地铁嗰度。喂，而家好啦，三点啦，数翻先，啱唔啱？啱数啱啦，嘛签个名走。不过我细个就好中意跟阿爷去拜年嘅，大个先唔去嘅。点解咧？点解咁中意咧？嗯，我同阿爺好 friend， 即系去下街又可以跟佢出咗去街咯。我谂系，首先阿爺如果翻乡下，我就跟佢翻乡下，好多啦。翻乡下利是好少嘅，咁、哦、但系以前佢会兴去广州探诶，即系阿嫲嘅亲戚嘅亲戚咁样嘅。系，咁咧喺嗰度咧就可以同嗰啲表哥嗰啲玩啊，咁佢又可以拜年，系咪？即系好似好得意咁去人哋屋企或者搵人哋咁样咯。但系咧最重点系咩咧？就系、是、咧我跟佢翻乡下咧。是可以去放炮仗和放烟花的。细个就贪玩咯。香港就冇咁冇呢啲咩。香港冇。你冇试过即係呢即係整嗰个炮仗即係插落牛屎跟住等佢爆开。冇放个炮仗啊唔該。唉真係太可惜啦。见过人哋放炮仗。我都冇。好玩喎。睇过放炮仗但冇试过放。睇过电视嘅炮仗。唔係嗰啲㗎係一个个嗰啲嚟㗎。一个个係。即係嗱譬如好似一个火柴盒。咁啦，入边就有一啲一粒粒嘅嘢嘅，插炮系啊，类似咧。跟住咧，你好似插火柴咁样插，啪就可以。哎，我有玩过沙炮。咁我唔系呢，我唔系沙炮，系我试过你凳咪有四只凳脚嘅，每个凳脚试一齐坐，嘭咁样爆。边度玩到呢种嘢？整蛊嚟。有啲成架火箭，诶唔系，系应该坦克咁噶。跟住坦克咧就点着咗佢，跟住佢就会自己行前几步，跟住嘭爆。冇，我玩沙炮啫。我就系玩过沙炮，沙炮就系入边咧，有粒掉地喺度爆一声。但系点解咧？佢完嚟啦，唔系你哋嗰只系沙炮，我嗰只系炮仗，系我要点着佢先掉嘅。即系我哋嗰啲系 BB 弹枪，佢真系一支枪。我哋有个玩具枪啊，嗰只沙炮。不过呢啲又仲有冇得玩嘅咧？唔知沙炮先。其实不过香港唔兴嘅，我再试过咧系犯法添，受管制。佢就再有趣啲嘅，佢年30晚咧，啲细路咧就12点就要出去玩炮仗噶啦，即系好似倒数咁。系啊，佢唔。
即系但系喺香港，你通常睇下电视跟住瞓噶啦嘛。我觉得新即系中国嘅新年，如果喺香港过咧，其实冇乜特别噶。嗯，咪咪就系打麻雀咯，去人哋度咯。但系细个新年系冇铺头开噶，系严重啲嘅以前。以前系好似即系要买定啲嘢咁嗰啲咧，即系要等到。好似成初五先有嘅，初四咯或者，而家初四咁嘅样。我觉得系因为你而家唔开冇生意做，更加要開。所以以前咪成日都去氣氛啲嘅以前。拜年嘅时候冇嘢做，咪去睇贺岁片咯。哦，都系嘅。系啊，即系睇套戏先，我都有睇完啊，即系消耗咗晏昼嗰个时间啊，咁就去食夜晚饭啦。真系食咗啲咩团年饭啊，初一嗰啲开年饭。但系你咁样餐餐食一样嘅嘢，有时食到想呕。我试过同一间酒楼食咗三日。真系好难，同一堆人，同一间就连续写三日，你知唔知道？满汉全席嚟噶，系喺景福三日豪门夜宴。但系嗰啲嗰间酒楼叫景福，嗰啲餸好，即系你噏得出啦。咩发财好事啊？系，但系嗰佢一定系卖套餐噶嘛？系啊，佢唔卖散餐嘅新年，佢就要作你好难食嘅嗰啲，哇，讲紧三四千蚊一位啊！但系食嗰啲就差唔多。但系而家谂下三四千蚊，不如去食。日本嘢或者去打个边炉啦，系咪先？通常系388噶嘛，好意头嘛。但系嗰啲餸好冷门，有嗰啲咩蒸鱼啦，跟住有，我觉得一模一样嘅嘢，年年有余啊。嗱，餸啲餸好冷门都算，都系嗰间酒楼，都系嗰啲人连续三晚喺同同酒楼咯。有换衫啊 ？Oh my god！ 有冇换衫去？有嘅，我有嘅。有，因为要练气啊嘛。咩换衫先唔练气？真系好，我好记得呢个闷到呕肺。咁我记得你拜年咧，去人哋屋企做咩噶？嗱，细个咪你都系坐嘅啫嘛。讲真，你咪就系你阿妈同你阿爸侧边。诶、欸，佢两个咪系两个女咯。咁、你哋细个识我就好啦。因为细个人嚟你屋企，我就要扭佢同我玩大富翁啊，或者玩嘢。最憎玩大富翁，但系我都咁搞错，玩一年都玩唔完。唔系，但系好丰富嘅呢、這个。如果有人玩，但我先咧，我去人哋屋企就冇嘢，冇噶，坐喺度咯，咪拎盒嘢。哎，恭喜发财啦，派利是啦，好跟住坐低咧，跟住食全盒咯，食全盒边啲嘢啦。我净系食朱古力嘅就，因为最稳阵。即系嗰啲金币朱古力好多嗰啲咧，绿色果汁糖，哇，掠都掠唔切，但系唔可以掠。即系你喺人哋屋企冇粮掠出嚟，我唔会拣嗰啲嘅。我都试过，我净系食金币嘅瓜子，我唔食啦，唔食剥啦。咁然后有啲开心果就淋晒啦。咁我真系净系有冇搞错？咁我真系净系食呢个金币朱古力最稳阵。你有冇食过嗰啲糖莲子嗰啲啊？有，好核突啊！嗰啲我觉得。但系咧，你咧要食嗰啲唔好喺全盒嗰啲。我通常咧就唔食全盒入边啲嘢嘅，我就会问有冇新嘅，跟住就食。哇！你喺个袋，系啊，俾壶新嘢我。唔系，我就会譬如你讲话开心果咪淋嘅，跟住我就会话啊，我想食嗰啲啊，即系嗰个袋入边嗰啲。咁就唔好意思推你啊，好啊，俾啲嘢食啊，咁样啊嘛。因为我屋企要好熟先去拜年。我都记得好似唔知去过一个。我而家唔记得边个人啦，总之咧，你头先讲啲，譬如佢个包装，你唔知咩糖嚟噶嘛，奶嘢，啊好靓喎，咁咪不如食一粒鬼糖，哇，千祈唔好贪靓啊，跟住就攞张纸咧，掠落去，跟住就唔系啊，你细个唔知摆去边，细个嘅时候通常总之系嗰啲酒心朱古力啊，嗰啲好难食噶系啊，系啊，因为白兰地嚟嘅，白兰地嚟嘅入边，同埋我试过开咗个朱古力，屌溶嘅。我就觉得好难食嗰啲咯，好难食啊！同埋我试过唔小心想试下嗰啲咩糖冬瓜奶嘢啦，你咦食咗一啖，都系奶咗嘢，跟住唔知塞去边好。咩我见过我爸咧，我唔记得佢应该又系食唔知咩糖定咩，总之佢掠啊嘛，佢做咩啊？佢掠咧每次收喺拳头，跟住塞喺个衫袋度，好核突啊！因为我记得落咗街之后咧，佢就即刻佢就诶，我俾咗厕纸嚟，抹咗。点解要？但其实不如食啲安全啲，因为佢好心急啊，咁样就食利是糖啊，瑞士糖。利是糖、瑞士糖，或者由细个食大白兔嘅，同埋拜年冇嘢做咧，好容易濑嘢。因为我试过濑嘢就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去人哋屋企咁咪坐啦，拜年冇嘢好做。咁咁啱当时我个亲戚咧，佢个细佬就结咗婚啦，系咁咧，佢就无啦啦屎忽痕拎啲结婚相俾我哋睇，就哎呀我细佬咧结咗婚俾你睇下相啊咁。原本呢个节目系冇事，但系碍于我当时只系一个小朋友啦，咁我睇啦，我想哇咁核突嘅条女，跟住嗰个亲戚就问我，哎呀点啊，你系咪觉得个新娘好靓定唔靓？唔靓。
哇！你真系当时大家静咗啦，跟住静过太空，跟住大家就诶食嘢啦，食嘢喺呢个时候就饮茶，喺呢个时候最适宜做咩？放炮仗，冇啊！跟住最一落街之后，俾我妈闹到狗血淋头，闹到翻屋企，就系因为你乱咁噏，不停咁话，他只是个孩子，我只是个孩子。我好记得呢个佢闹得好犀利嘅，因为你乱噏廿声。但系个问题系，咁我真系唔靓啊嘛，咁。当时应该是一个好直接，好细咯。但大过咗，你有冇觉得唔中意拜年啊？觉得好虚伪啊！其实我大定细都唔好中意拜年，除咗攞利是。唔系细个你可以攞利是开心啊嘛，咁大个之后就都系。我觉得最烦系嗰啲咁嘅谬丙会问你：哎呀，结婚未啊？几时拍拖啊？哎、呀有男朋友未啊？系啊，我真系烦呕泡。唔系细个人问你：诶、欸，你系咪升三年班啊？我升中一啦，仲问系咪升三年班，即系黑痴。睇嚟你冇高过，我睇嚟真系冇高过。唔系佢好乱，同埋成日有啲亲戚会行过嚟啊。你是不是噏错你的名字、啊、你是不是牛啊？是啊，你 是, 是, 啊是你是大定细话？哎，你是羊啊嘛？我谂佢嗰啲系咪一年见一次啊？真系唔系佢每年都问你同一个问题，你今年几多岁啊？系啊，系咪升咩啦？咁系咪升中几啦？嗰啲啊，睇住个社会变嘅，你可能有一晚屋企就咧，可能你差唔多中诶会考嘅时候就问，哎呀阿嫂，你有冇打算送佢去外国啊？啊嗰啲。我都打算送、啊，即系好似啲你会成为大人间个比较嘅话题。跟住大个咗就变咗，哎，佢仲未结婚啊？哎，佢有冇拖、啊？或者搵嘢系又你又读咩书？咩工啊？搵咩工啊？而家喺边度做啊？有冇？哎，有冇人工啊？加啊！今年有冇花红啊？哎呀，佢有冇俾利是你啊？有冇俾钱你？即系开始一路喺度比较，系、啊、一个比较大会。叉事咩想讲？但你又唔可以喺新年讲啲咁嘅嘢。系啊，又忍咗佢，笑咯，又开始同你讲道理，唉，咁样唔得噶，你一定要揾个男人噶，都系差事。所以我好怕拜年或者呢啲时候，突然间坐咗喺啲三姑六婆隔，就哎呀，点解我坐喺呢度噶？真系坐晒，真系想行开，唯有睇下电视嗰啲重复又重复嘅戏啦。而家好咗噶啦，近年你可以玩手机啊嘛，即系你以前细个你冇手机就硬坐喺度，睇嗰啲节目咯。但系我细个其实真系好中意跟阿妈啊或者阿爷嗰啲翻乡下噶嘛。咁我同阿姨感情好好嘅，但系自从佢成日问我呢啲问题之后，我唔想翻乡下，因为好逃避呢啲问题，系一个压力啊。好烦，做乜我一年送送邓紫棋唔得嘅，一年几一次仲要讲啲咁嘅嘢。系咯，我想探下你，你唔好再问我呢啲咁嘅问题。有阵时都唔系想探佢，想你利是攞嚟，唔好讲嘢。我净系埋墙，我净系利是啫，唔系噶，我好好噶，翻去就系出机票钱，其他所有嘢都包食包住，任用佢啲钱噶啦，已经。但系唔想俾人问问题，系咪？系纯粹系唔想问问题咯，斋俾。唔好讲啊！而家 pay me 钱啊 ，Will you pay me 啊 ？Pocket money， 微嗰微信都可以噶，叫佢。哦，佢哋有派嗰啲红包噶，有啊，嗰啲有。但系我拎唔到噶，因为我冇大陆嘅，我冇登记户口啊嘛，系啊，冇户口，所以我攞唔到嗰啲钱。就系虚拟，一直都喺我嗰个 WeChat 有，你有9蚊嘅，好似咁多年有9蚊利是，但系攞唔到出嚟用嘅。所以其实新年对我来讲是咯，刚才讲拜年，我觉得越来越大呢，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特别咯，不是很奇怪。当然如果我觉得如果我已经有成家入室有小朋友，可能个气氛又回来的。可能的。即是你有是啦，一家又怎样。反而我觉得譬如近年的朋友结婚有小朋友，那我觉得都很开心的，就去探他们咯，又可以探下他的 B， 这样又挺得意。我今年应该见不到我契仔。好啦，呢个疫情系啊，可能就会令大家影响咗，冇得打牌咯。唔好意思去人哋嗰度，唔系啊，我约下你咯，我三滴脚做而家，戴个手套打牌咯，或者喷下喷嘢，连麻雀都要光烛梅啊，系啊，系冇错，即系搵啲紫外线射一射佢先，冇办法，大家都要忍一忍，系人冇事先可以做到世界冠军噶嘛。唉，希望大家吓食下糕咁啊，倾下闲偈咯，喺屋企或者打下电话 FaceTime 下或者 Zoom 下咯。Zoom 拜年啊，系咯 ，Zoom 拜年咯。咁我哋系咪打牌？系啊，我哋争只脚。招红，招红啊！叫埋杨怡个妹，杨妹。唔会啊？咩？咁好啦，好啦，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啦，系啦，喜气洋洋。知咧，我咧知。拜拜。Yo, what's up?